都是吃五小辣做的最多，这里好像很辣的。应该成有100万的辣。100万到。我真的很辣的。我是辣，即是有些辣椒粉入口那种辣度。有辣椒油呢，现在在口入面很興的，條味咧都好似腫咗喎。哦，係係，即係好刺激咯。我一辣到開始咧，有少少鼻水咯。我見到你眼有啲紅，眼已經紅啦我。係啊，真係有。其實摩皮辣椒汁唔係好辣，我覺得，即係酸酸地，即係爽脆嘅。但啲湯咧會辣啲。我試下呢湯。話你飲添啊？你不是飲嘅咩？好辣喎，如果咁飲。但你話佢超辣又唔係，但係佢又係 keep 住有一個辣度咧，係 keep 到好耐咯，唔知點解係喺個口腔入邊。但係就唔會有啲咩麻香啊，即係香味又唔係好厲害，係真係辣咯，辣嘅辣。呢個成條面都係辣油同辣粉，你望唔望到啊？一飽落去啲 feel 濃味啲啊，但係呢個咧冇湯咧，所以真係辣啲咯。我覺得辣啲。哇！呢個個辣度係強烈啲。香啲嘅，但我覺得一個人係好難食到一碗。